我们今天是 Apple 的新机发表会，欢迎我们的贾伯斯。之前有个红叉店，出 HTC， 还有很多的三星的品牌都要跟我竞争，所以我非常不喜欢。然后我不喜欢模仿别人，我也不喜欢模仿别人模仿我，因为为什么？我是谁？贾伯斯。没错。所以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商机哈，我要问一下那个阿亮伯，点顾名思义就是脱离光棍群。是的，杨青叫我来台湾，我要找个姑娘去的。所以呢，所以你现在说我们这个全世界旷男怨女多不多？谢谢你。你看，我们要解决，有的对手说科技始终来自人性哦，我们就是要解决每个人的需求，所以我们现在放的这一台速配导航机。它不但功能强大，而且它最重要可以帮你量身定做你的另外一半。那我现在就我来跟各位秀一下功能。你看啊，它有八项功能，一个是性别，一个是身高，第三个是发型，第四个发色，再来是年龄，还有有没有戴眼镜，可以符合某些人的嗜好，还有地区跟语言。House PP。你不要在你刚刚叫狗，这个福利留给你。来，我们来让你选好不好？好，第一个来选性别啊。好，第一个选性别啊。好，性别。哇，没穿着货。好，应该正选穿着货的吧。西班牙文。
네, 스파니올. Hola, ¿cómo está? 今天来夜市叫卖一块钱美金起跳，还没说完呢。签啊！我们这一次把PPT今天都单身了。太晚了，太晚了。来，还有各位辛苦单位，如果有单身的都来这边。